北京时间12月13号，金月大战在北京展开。首节开始，主场作战的北京就发挥出非同一般的气势。首节6分钟时间内，球队依靠出色的进攻表现打了广东15-4。最后，客场作战的广东慢慢找到手感，依靠易建联和周战东的发挥，慢慢把比分追回。首节比赛，北京以29-16领先广东13分。四节比赛，北京的外援组合立即擦出火花，杰克逊凭借出色的大局观和组织能力，多次与汉密尔顿打出了空接配合，轻易打穿广东防线。防守端，北京是三军用命，翟小川更是全场奔袭，送出詹姆斯式的经典追帽。半场结束，北京凭借出色的攻防发挥，以51-33领先广东18分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广东迅速做出调整，球队凭借尼克尔森的三记暴扣和周鹏的三分球，第三节3分钟的时间内打北京一个12-0。最后，阿联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内线统治力，攻防两端不断打出精彩表现。三节过后，广东凭借其出色的第三节表现，单节打出31-17，仅以64-68落后北京4分。到了关键的第四节，广东继续火力全开，随着任俊飞的三分命中，广东正式反超。最后双方进入了焦灼阶段，比赛变成了方硕的得分表演。凭借着个人能力，方硕里突外投，帮助落后的首钢队紧咬比分。在比赛最后25秒，方硕甚至一记急停三分，几乎杀死比赛。最后方硕凭借一次成功的防守和精准的罚球彻底终结比赛，北京以95-90有惊无险的收下了比赛胜利。腾讯体育综合报道。